第三个主运动，我们主要需要考验你的核心的肌力跟耐力。所以待会我们跟一开始的热身动作一样，我们躺在垫子上面，然后热身的时候我们是把脚从上面往下放。接下来的考验，接下来这个动作我们是脚从地板上往上收，所以慢慢的躺到垫子上面。好，一样像量身高一样，帮我把你的身体拉长，然后手可以稍微放到你的下背去贴近一下你的手掌，保持你的腰不要过度的代偿。好，双手可以扶在地板上面。好，我们慢慢的把脚伸直。好，这时候你的骨盆是贴在地板上面，稳稳的把你的脚往上收，慢慢下来，换另外一只脚下来。好，一样考验你的核心稳定性，过程当中帮我保持顺畅的呼吸以及腹腔的压力，然后可以试试看双脚，好，慢慢放下来。好，不用完全的触地，好，重点在于核心的控制。